值此龙年春节来临之际，我谨代表公司董事会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中捷发展的各级领导、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向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致以新春的问候，向辛勤奋斗在各个岗位上的全体员工及其家属致以诚挚的祝福。2023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，全体中捷人审时度势，团结一致向前进。一方面，我们专注主业，坚持用品质说话，用服务赢得口碑；另一方面，我们积极推进智能转型升级，充分利用物联网、大数据等前沿技术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助力企业向智能化、信息化、数字化发展。我们携手战略合作伙伴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共同布局未来。大家慷慨前行，为中捷高质量发展留下了一道道浓墨重彩的印记。回首2023，荣耀与汗水交织；展望2024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在中捷成立第30年之际，我们坚定高质量发展信心，以中捷新发展蓝图为指引，继续秉持以客为尊、持续创新、以诚为本、开放合作、以智为基、务实高效的核心价值观。我们将持续大大产品研发与市场投入，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，深化与经销商、供应商伙伴的精诚合作，力促服务效能再提升，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份额，致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智慧缝制品牌，为客户提供更高价值的智慧缝制解决方案。2024年，我们锚定新目标，努力新突破，争创新成就。2024年，我们以品质为舟，承压奋进，笃志而行。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龙行达达，好运连连。